找钱吧。这店子还开了一些，那么疫情的时候都很多都直接关了。唐姑娘不姓唐，姓什么？人家甜品还可以，但是那边唐姑娘好像吃饭不好吃。唐姑娘好好吃饭不好吃？一点都不好吃。人家这个唐姑娘不好吃。我一般不愿意来这，这里都拍了好多遍了，这现在。风泉古井是，主要是外地来打卡会比较多。进去看看去，走，有点意思。小店，没事，你自己。我不知道，这不就是手机装手机的吗？这是卡套。哦，对。他如果是手机壳的话，我觉得很。让公司来采购一些。有点意思。所以说。雨伞，其实我在想，活动的时候放些这种东西会不会吸引人？我觉得活动其实可能会比书要好很多。但这些你真的去采购会比较贵。没有啊，你在那个人文，它可以拼多多什么的。那空。甜酒稻香。嗯，这不是长沙的店吗？嗯。那我觉得你们如果采购这个挺好的，这种冰箱贴或者徽章。冰箱贴应该也会比较好。是吧？嗯。刚好又是我们长沙这边的特色。36块钱一个。以后没人采购了，没人有审美观了。这还有衣服，然后拍什么车？啊，你对这个包情有独钟。那我觉得它挺可爱。哪天想起来留学的时候找我啊。好的。我戴这个帽子是不是很奇怪？还好。你感觉显得我的脑袋好大呀。去东北才能带那个，哦，走吧，出去逛去。It's up to you， 想买就买嘛。枫叶不息。48块我吃两顿饭。是的，没错。
跪你吃两顿饭。它不跟那边是一样的。文创相似，都是相似的。都是啊，真是有点意思。对，就是点点意思。那个点点意思，可能是一家的。你是很久没有来这里了吗？我每次走吃饭走到回击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在想，我要不要去左边？来这里逛一逛。对，我要不要来这里逛逛？想算了，那去五一广场吧，啊，不是去黄兴广场。他们就我昨天走到江边去了，可以打开，推就是了 ，POS。咖啡。就晚不，它晚上会比较好看，晚上比较好看，晚上灯光一开，嗯，从前面转过去，那边可以转。梦想不是开个店吗？这不就是店吗？这也是店。1977年的长沙，1959年的天心公园，这里，对，这里。都是喝的，可以。我嫁给了我的终身事业。那是咖啡。六月庭院餐厅，没有，那个地方是我们过来的，从这儿走，那个地方应该是我们过来的。这边就全是吃东西的。嗯，三明治啊。这个应该是录拍视频吧，有点难关的灯。这灯好贵啊。那肯定啊，那个灯不便宜。
不上班在这里是很爽，上班就不爽了。东莞银行。虐待动物入刑，意式手工冰淇淋，这个地方呢不必大油。这里搞的装饰都还挺好看。嗯，晚上会更好看一些，晚上的灯光就会把一些东西给挡住了，只会留下美好。哦，这里，呵呵，夏季。那这边还走得回去走得回去啊，再从转就是。远吗？不，朝前面。其实不远，你会发现。其实我在想，他这些花盆。很好看啊！你看从这里看。还搞得比较有生活气息。自己一个人住着可以，有孩子住着就不好了。上学不方便啊。旁边不就长郡吗？你以前得考得进长郡呀，然后也会吵吧。这个地方过去也是那个地方，它是那个，嗯，城南旧事，忘不住。纯拍照，请勿长时间逗留，影响营业。我好像之前跟你说过的地方适合拍照打卡。别端详，慢慢吃。身体健康。到了，唐姑娘不姓唐了。
出手。来都来了，你却关门了。看着不像我们来吃鹿，是不是？不过应该，看着，这是也是那条街。应该是那些，我知道了，这应该是那个卖水果那边上的一条街，还是灯笼街里面，只是说灯笼街还没有到那头上，提前转苏家巷。我关姐去了，你好了点我关姐。那这是卖水果的这边，卖水果。就这什么，领人像吗？你从这个地方出来的。